我老家这个邻居啊，他家里面种了有三亩地这个红薯，然后在收获的时候啊，跑了几个这个形状特殊的这个红薯，其中一个红薯啊，像葫芦这个形状。他说他种红薯两年多了，没有见到和葫芦一样的这个红薯，感觉特别好奇吧。